昨日，韩庚以代言人的身份出席了北京 MTV 反人口贩卖行动纪录片《人口贩运中国》全球首映活动。该纪录片讲述了中国及周边地区人口贩运受害者的真实故事。经过数月的身体折磨之后，买下机器那个男人和他的亲戚强迫他从事劳动。一个月前，韩庚正式确定加盟《变形金刚4》的主创阵容，成为继李冰冰之后《变4》中第二张中国面孔。采访中，虽然韩庚继续对参演的人物角色保密，但却透露由于角色要求全英文对白，自己正在苦练英文，并于下周前往芝加哥参加拍摄。在下周我会去芝加哥去拍摄。下周到芝加哥，对，前期的沟通还顺利吗？还挺顺利的。你这个角色能透露吗？对不起，透露不了。需要英文对白吗？对，英文对白。那你自己的英文怎么样？苦练。苦练。最近一直在练习吗？对，一直在练。都是一对一的还是？一对一的。自己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算好吧，对。而对于近期比较热门的春晚话题，韩庚表示没有接到春晚剧组的邀约，目前档期已满。还没有收到，因为我的今年的工作已经全部都排满了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那英，您现在观看的是搜狐视频。